美国正式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看中国2018年7月6日讯，美国正式针对340亿美元进口来自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该措施在美东时间星期五2018年7月6日凌晨0:01，也就是港台时间星期五中午12:01开始，并且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两周内对另外160亿美元进口来自中国的商品征税。川普7月5日下午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启动目前暂缓的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之后再按照需要启动目前暂缓的对3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2017年全年从中国进入的商品总额是5054亿美元，也就是说，川普将准备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大事记。自今年3月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几经起伏，已经历三轮磋商。分析人士多预计本轮贸易摩擦将持续很长时间。最新的进展是，美国在7月6日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下为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大事记。美国总统川普6月15日宣布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自7月6日起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自日凌晨在网站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 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340亿美元。上述措施将从2018年7月6日起生效。中兴通讯6月12日晚公告称，其已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达成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将支付合计14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包括10亿美元的一次性罚款。协议还要求，中兴通讯董事会成员将全部更换，高级副总裁以上高层等将被解职。在支付罚款后，美国方面将把中兴通讯从禁止出口人员清单中移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赴北京进行第三次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中国官媒新华社6月3日称，中美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自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为 25% 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 20% 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15%。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第二轮磋商，中美两国5月20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双方还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中美首轮经贸磋商5月3至4日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中美经贸磋商部分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4月17日表示，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2家的限制。美国商务部4月16日禁止美国企业在7年内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因该公司违反了在被认定非法向伊朗出售产品后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今年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习近平表示，今年将推出几项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中国财政部4月4日表示，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实施日期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美国政府4月3日在与中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争端中加码，宣布将对约1300种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和医疗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试图迫使中国改变其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川普3月22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应迫使转让知识产权，将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征收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数 Ashtu 对中国不当使用美国知识产权进行的301条款调查，将对中国征收关税和进行投资限制。川普3月8日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但豁免了墨西哥和加拿大，未如先前他所承诺的那样对所有国家课税。